今天继续拆箱好玩的东西，并把它抽奖送给我的粉丝。这是一款喜马拉雅联名的智能高科技眼镜，我用我的屠龙宝刀拆箱，把它分享给大家。正所谓宝刀在手，天下我有，走起。开箱的一瞬间，还是觉得眼镜非常精致的，从外观到内衬都是极简高科技的风格，光看这外观就有想佩戴的冲动了。接下来我们把眼镜组装起来。这款产品是通过骨传导技术把蓝牙耳机和眼镜合二为一，以后只戴着眼镜便可以轻松地享受音乐。我们取出眼镜架，把它组装好。姑娘你的模样，撕下侧面的保护膜，眼镜的侧面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人机互动，最后连接蓝牙就可以同步手机里的音乐和通话了。本次抽奖还是在点赞区和评论区随机抽取一位。